其实我们目前，然后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，也无法让大家拍照的。OK，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守着我们的次序哈。那在后面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超过100位以外的，你可以向前来了，因为我们的书签呢就只有100份而已啊哈。谢谢大家。而且呢，电影呢即将要开场了，如果你已经买票的，可以先进电影院。待会呢，刘宇豪跟陈婷妮呢也会到电影院当中呢跟大家见面的。谢谢大家。 我上不去啊，可以吗？有一种悲伤，是的。哎，你们一起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大家唱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跟以豪一起唱啊，还有婷婷，1、2、3。有一种，哇，我的 key 完了上面，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。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。